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atherine。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Coach 的马车大 logo 压印侧背包。那我们首先看一下它的外观。那它外观的话呢，都是做荔枝牛皮的，就是比较防刮耐磨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内里，它有两个大隔层，它的空间真的是蛮大，可以放蛮多东西的，也可以放长夹。然后它里面还有一个小暗袋，那它后面这边也有一个暗袋。那它的背带部分呢是皮革跟帆布，那背起来的话大概是到一般侧背包的长度。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的细节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咯，如果喜欢这则影片的话呢，或想要看更多包款，都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。那最后的话，追踪我们的频道，然后还有订阅我们的 IG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